无线当家小花冯盈盈同埋江嘉敏，旧年六月传出因为参加富豪选 P 而闹不和，佢哋两个更加不时隔空单单打打，令到呢对昔日嘅好姊妹抹晒面。时隔大半年，无线最近撮合佢哋两个再合作主持新节目《解救心机女》。盈盈今日就喺社交网嗰度上载佢哋两个嘅合照，更加以破冰为主题，表示知道今日系江嘉敏第一次做主持，所以请对方饮珍珠奶茶，扬言为你加油打气，我哋一齐做好个 show。不过睇佢哋两个嘅合照，盈盈笑容僵硬，带啲尴尬，似乎破冰未完全成功。而江嘉敏更加冇贴佢哋两个嘅合照添。